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人物是群雄赤金三华雄。华雄的普攻是攻击敌方随机一列，造成火元素伤害，同时提高自身铜牌武将百分之十的伤害减免，持续一回合。随机一列并不是太好的攻击方式，虽然猎伤伤害很高，但却不可控。怒气攻击一样是攻击敌方随机一列，造成百分之八百九十一的火元素伤害。 自身没有一层鱼勇，提高百分之一百伤害。赤金三的初始技能伤害其实都不高，都需要依靠额外的伤害加成来辅助。鱼勇就是华雄的核心增伤技能，华雄伤害的高低就看你叠了多少层鱼勇。鱼勇会提升华雄百分之四十的攻击力和防御力，同时提高百分之二十行动时伤害降低。 并且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会反弹受到的简易效果，每层余勇最多反弹四次。行动时伤害降低是为了降低反弹伤害，避免华雄因为过高的伤害自己被反弹致死。当初赵云刚出来时可没有这个福利，不得不说官方对华雄实在太好了。反弹简易效果一直都是一个很强的技能，能降低简易效果对自己的影响。 又可以反将对方一军，百分之六十的反弹概率比甘宁的百分之四十更高。虽然华雄的反弹有次数限定，但一层鱼涌就可以反弹四次，其实也够用了。四回合的持续时间也比甘宁的两回合更久，所以实战上，华雄反弹简易的能力是比甘宁还要好的。对敌方施加碎裂，持续三回合。 有碎裂状态的目标，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会被降低百分之二十。受到伤害时，有百分之三十概率会受到双倍伤害。若未受到双倍伤害，则会被施加流血，每回合受到自身最大生命值百分之四十的伤害，持续两回合。碎裂效果在生效五次后会被清除。非常强力的技能，虽然双倍伤害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三十。 需要一些运气成分，但是，一旦生效了，就会非常痛。碎裂是个双保险的技能，即使双倍伤害不生效，也可以让目标流血，每回合损失百分之四十最大生命的伤害。其实这并不亏，尤其是对一些非输出型的武将，双倍伤害对他们并没有太大意义，流血的伤害反而还会更好。破军。 可以提升华雄下次攻击造成的伤害百分之一百五十，效果可以叠加。生效后转化为鱼勇，持续四回合。华雄又一个伤害提升的技能，最可怕的是它依旧是可以叠加的，并且在生效后还会转为鱼勇，这是个双层的增伤技能。破军就像是个储蓄型的增伤技能，可以拉长华雄的增伤期。 让华雄可以长期的维持在有增伤的状态下。看到这里，不得不说华雄的技能真的非常优秀，不但技能有双向功能，而且持续性也很好。一般技能若是不触发就没了，华雄的碎裂没触发双倍还可以转流血。一般的技能生效后就完了，华雄的破军生效后还可以转成鱼勇。不仅如此。 于勇的四回合持续时间也是至今为止最长的。必杀技能增加了一个使我方全体获得齐心的技能，持续两回合。齐心可以让单次受到的伤害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生命的百分之二十五。这一类型的伤害限制类效果都是很好的保护技能，可以避免直接被秒杀。只要不死，就有救回来的机会。顺带一提。 华雄是四个赤金三里唯一一个必杀技有多加技能的武将。华雄的特殊地位其实已经很明显了。最后来看一看华雄的被动技能：任意友军行动时，有百分之五十概率额外为华雄添加一层破军，持续整场；华雄受击时，有百分之五十概率为自身添加一层鱼勇，持续四回合。 华雄和周泰有着相似的印记机制，周泰是被攻击和每回合自动添加印记，华雄则是被攻击和队友行动后概率添加。这些机制都让他们成了赤金三里比较优秀的一批。典韦和关羽的机制是看血量，血量越低，他们的能力就越高，但血量的高低是不可控的，而且还会一直变化，所以这一类型的机制都会比较被动。 像典韦这种血量越低、减伤越高的还好发挥，一样是只要挨打就能启动；而关羽这种需要强行把敌方血量压低到一定程度才有伤害的，就很难发挥了。现在的盾牌回血太多，一开始没有伤害的关羽要拿什么去压血量呢？说远了，让我们回到华雄身上，华雄的伤害全靠于勇来撑，有了这两个被动后。 基本就不怕没有增伤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状态的添加会受概率影响，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。而且在残局双方人员都减少的情况下，能成功添加鱼勇和破金的概率都会进一步的减少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官方给了华雄超长的技能维持时间，基本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错灵战阵一。 华雄施加的所有简易效果拥有百分之五十必中。第一回合中，所有友方武将施加的简易效果拥有百分之五十必中。提高全体本国武将百分之六十的伤害限制类效果抵御。这些效果相信大家都能明白，所以也就不多解释了。如果以对全体队员提升的角度来看，华雄的战阵一和其他的赤金三比起来。 是比较逊色的，受益人也几乎只有他自己而已。错灵战阵二，华雄行动时有百分之一百概率对敌方全体施加错质，持续整场。错置会使目标下次攻击所造成的伤害下降百分之八十，生效一次后转为新剧，持续两回合。持有新剧状态的目标攻击力和防御力均会下降百分之四十。 华雄又一个好用的双层技能，伤害下降百分之八十，几乎已经可以废掉一次攻击了。攻防下降百分之四十，也是赤金三同类技能里最高的。华雄不仅在攻击上很优秀，在防御端上也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，一改以往群雄只能攻不能守的弱点。错灵战阵三，华雄行动时。 对我方全体施加一层破军，持续整场；同时对敌方全体施加碎裂，持续两回合。每层鱼涌还会额外提高百分之二十暴击率和暴击强度。原来华雄对友军的支援效果全都被移到第三战这里了，这也造成了华雄对友军的支援会比其他阵营慢了很多，但这影响并不大。 因为群雄一直都是一个人的阵营，以前是吕布，现在是华雄。华雄的第三战阵效果也是超群，暴击和暴击强度都是输出武将最需要的技能。华雄可以重复叠加多层鱼勇，每层提高百分之二十暴击和暴击强度，叠加起来后可是非常可观的。每次行动都能给我方全体添加破军，敌方全体施加碎裂。 这个更是完全不用本钱的技能，连怒气都不需要用到，非常舒服。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，华雄究竟强不强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放眼望去，华雄的技能几乎全是增伤型的，也是近来少见爆发力超强的武将。只不过华雄的爆发力全部取决于鱼勇的层数，而取得鱼勇最快的方式就是挨打后概率获得。 只有到了四级技能，百分之四十的概率才会比较稳定。至于站位方面，这可能要由玩家自己去实测才知道哪个位置更好了。土豪都是华雄直接一号位，个人则偏向三号或四号位，让他多叠几层鱼勇再出手。放四号的好处是，第二回合就可以吃到战阵三的暴击加成，但前提是你不混果。 貂蝉可放前排当坦克顶着，左慈比较脆，还是放后排比较安全。目前的群雄可以说是史上最平民的群雄，也是平民入坑的最好机会。群雄的三个赤金里都没有特别差的，也没有一定要土豪才能玩的武将。貂蝉坦克，华雄输出，左慈收割。资源不足的平民可以跳过左慈，集中养华雄和貂蝉就好。 华雄登场后，土豪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以他作为主力来输出，仿佛回到了当年吕布的时代。如此强势的华雄，究竟关羽是如何打败他的呢？也许是因为华雄前一晚没睡好，拖着半条血量就来挑战关羽，结果直接给关羽斩了。赤金注定是群雄的版本，要知道最强的吕布可还没有登场呢，真的完全无法想象。 有两大强力输出助阵的群雄，究竟会有多么的可怕？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询问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